我们请看下面第十六，国中无不善民愿，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乃至文有不善民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的刹土往生的天人啊，生存在啊一个和谐吉祥的环境当中，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所听闻到的都是善美的法音，不会听闻到不善的名称。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啊，那么这一愿也很奇妙啊！啊，阿弥陀佛在因地法藏菩萨考察他方世界的时候，他会观察到他方世界种种众生乃至一些修道人周边的环境对他影响很重要的啊，环境好，环境的善美，他就会道德上心性上就有长进。如果周边的环境非常的污染啊，就会影响他的修行所以法藏菩萨发愿，我所住持的刹土一定要给往生者营造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啊。那么美好环境从硬件方面，那宫殿楼阁宝树宝池这都不要说的，那就从一种啊这个不善的名称都听不到啊不善，我们看这个不善名这里面包含面很广啊。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地狱恶鬼呀、畜生呐、这些不善呐、还有女人呐、六根残缺呀、等等这些不好的名称呐、或包括种种骂人的语言呐、包括给人一种非常不好的联想的东西啊。那么不善名，如果再从更深层的去看啊，从我们佛法真谛的角度来看，一切有漏的法，一切能够导致生灭的轮回的法，它都是不善的。一切趋向于不生不灭自性极定涅槃境界的都是善的啊。所以世间法里面有些善法，如果站在真谛的角度来看，它还是本体上本质上是苦啊，以苦作为他的自性的，而且他也无常啊，他也是导致轮回的东西，总之他都是不善啊。还有一些法他自性就是不善的，比如他没有惭愧心，无惭无愧，他所显现的都是贪嗔痴三毒的烦恼啊，三不善根啊，这些都像毒药一样毒化我们的身心，这都是不善的啊。再由这个无惭无愧贪嗔痴这些不善的东西相对应引发的一些其他的伴随现象啊，佛教讲这个心法心所有法啊，现代心理学用一个伴随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现象，这都是不善的啊。那么这个不善的名，名就是符号名称，这个符号名称
对我们心性上的作用是很大的。啊，现在有的学者研究水呀，水知道答案。当你对这个水，你讲不同的声音，这个水它就有不同的反应了。你如果对这个水讲一些很好的语言，感谢感谢感谢啊，哎，这个水就接近一个很美好的图案，很美好的图案。如果你对是坏蛋啊，你什么就一些变，所以它马上水所反应的就是散乱的很丑陋的图案啊。那么要知道这个一般的水都有对这个语言名字都能产生这样反应，那么要知道我们人70%都是水呀、构成的，所以一个名称一下对着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马上就会产生相应的反应。啊，为什么菩萨四摄法要用爱语讲众生喜欢的语言？你经常赞叹他啊，这个称赞如来、礼敬诸佛，他就很愉快，愿意跟你接触。如果你天天很讨厌他，你这个罪恶是这个烦烦，你给我讨那哎，你都很鄙视他，很小瞧他啊，这个东西众生他心里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哎，这个名称就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有很多善善恶恶的种子，所以外面一个名称，它就能够。我们什么种子跟这个名称相应，它就有一个诱导的作用。啊，如果天天听到的都是法音啊，大慈悲心、空无我心啊、无相无作身啊、这个足波罗蜜身，哎，他的那个自信一真法界、佛法界的种子就随着这个外面的善的名称就起来了。啊，如果一天到晚听到不善的东西。啊，贪嗔痴慢疑的东西，你看这个世间为什么五浊事？我们在这个世间听到的都是不善的东西啊，啊，一些传媒啊、报刊杂志啊，翻开报纸啊，哪个地方又偷了什么东西，抢了银行，哪个地方又有这个强奸案，哪个地方又有杀人案，哎呀，哪个地方骗人骗得多么厉害，哎，一天到晚都看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就把。我们不好的东西引发出来了，叫大染缸啊，大染缸啊，你就是听到这个名称都会污染，如果你亲眼看到了那就更不得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不善的事实没有，不善的事实没有，那么进一步是不善的名称都没有，那我们就清净了啊，你带一往生的凡夫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淫欲心都没有断呢。如果你天天听到美女的声音都麻烦了，啊，美女的声音不仅没有女人，连美女人的这个名字都听不到，那就清净了。所以我们看净土啊，这才叫真正的净土。我们讲一种文化环境。文化环境非常的洁净，洁净，所以它里面啊，真是真善美慧到了极致啊，啊，而且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啊，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生命质量是怎么一个生命质量啊？那完全是善呐，啊，人一人啊，那不是人一人了，反正我们往生也全且称为人，相见都是各生欢喜心呢，相互赞叹呢，啊，不会再有冤家对头啊，就是冤家对头见面他也化解了啊，成为莲友啊、道友啊，然后每天都跟诸上善人把手同行了啊，相互讨论的都是佛法呀。啊，在悲悯的是怎么去救度众生，讨论怎么救度众生的方法啊，观察天眼看一看，天耳听一听，哪个众生根基快成熟了，我们怎么去用什么善巧方面把它度化过来，天天都是，然后再讨论我们怎么证到空性，怎么能够得到智慧辩才啊，怎么能够把自心所有的功德啊，智慧神通定力啊，把它显发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至善的一个法界啊。好，这是国中无不善民愿啊。当我们在这个世间受到种种啊一种啊不好的文化信息不断的向我们轰炸的时候，我们这时候要赶紧想到，这世间你也没办法去改变它。现在整个的互联网真的是很可怕呀，洪水猛兽啊，青少年深受毒害呀，啊，我们真的是再不把这个互联网整个信息把它过滤一下、净化一下，整个青少年的心灵都会摧毁啊，啊，很可怕的，啊，毒素啊，毒素，啊，我们就想到这个世间也是共业所感的，它是像真的是共业所感，赶紧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好，请看第十七。诸佛称名赞叹愿，舍我得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知戳称我名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世界无量的诸佛都会称扬赞叹我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我就不成佛啊。这一愿啊，是阿弥陀佛在他这个普度众生的操作系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就是广而告之啊。阿弥陀佛用他的大悲愿力无量劫的修行成就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净土，一到那个地方去能够如镇定具，能够快速成佛。这种法界当中的一个殊胜的大事因缘，一定要让所有的众生知道了解它。所以了解它就好像一个企业一个精良的产品，它要宣传呢，如果它不宣传大家不知道，你不形同虚设吗？那么宣传阿弥陀佛他也要找宣传者，怎么把这个事情宣传的出去，他不好自己去宣传呢，啊，自己宣传有点自我炫耀啊，呵呵，说我的刹土很好啊，你赶快过来吧啊，不啊，所以这个就像世间上的教育，父母都对子女不好去教育，必须要交给老师去教育，哎，老师教他你要孝顺父母啊，啊，教他这些道理。那父母不好，天天跟小孩说你要孝顺我呀，你不孝顺我不好，是吗？对，但要意味啊而住，效果就比较好。哎，阿弥陀佛就想到找谁来宣传？那不能找一般的国王去宣传，不大好啊。国王他有欲望，那他一宣传，别人也不是太相信的。靠不住，找那些声闻菩萨去宣传，他可能信任度也不够，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能够有极高信任度的人啊，去帮他宣传，所以他找十方诸佛去宣传，那才找对了，啊，这尊佛
比如我们这个世间的娑婆世界教主是释迦牟尼佛，哎，所有的众生都对释迦牟尼佛有最高的信仰，哎，这时候释迦牟尼佛来讲，哎，你们要念阿弥陀佛名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个地方这么好这么好，哎，它就有效果。所以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千经万论处处指归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那释迦牟尼佛没有让我们去到他的净土，是让我们到阿弥陀佛净土去啊。这里为什么？这里面就是诸佛如来这种平等普度众生这样的心耦合在一起啊。当以阿弥陀佛为主的时候，那么十方诸佛无量诸佛就退到第二线了，把阿弥陀佛推到前台啊，啊，主办圆融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真的这一愿就在我们在这个世间就觉得兑现了，啊，阿弥陀佛知名度最高啊，啊，大家冲口而出的是念阿弥陀佛，很少冲口而出去念释迦牟尼佛，啊，那么阿弥陀佛的知名度。你可以做个问卷调查，肯定比释迦牟尼佛的知名度高，啊。那么这里很奇怪，我们有的人自己的本土的教主都不是太了解，却了解一个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一个教主啊，对他的因缘果报种种了解那么清楚，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这些十方诸佛为什么他的信誉度高？他去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时候啊，那可不是一般的讲一讲啊，他要有内向出来啊，啊，伸出广长舌相，遍佛三千大千世界来称扬赞叹的。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啊，这个。三世没有讲过一句话假话的人，他的舌头伸到能填到鼻尖，啊，我们填不到，说明我们常常讲假话。对。那么三大阿僧祇劫没有讲过一句假话的，他有一个内向，舌头可以覆盖到法髻，面上全都覆盖，这是三大阿僧祇劫。哦，那么十方诸佛是他伸出的石头不是覆盖法髻了，他是覆盖三千大千世界，那你看他是无央数劫又无央数劫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人，这样的人能跟他来推广宣传他的名号功德西方极乐世界功德，你看看这个广告推销员真是找得太对了，阿弥陀佛要出大啊高高价来聘请了，是吧？贫瘠啊，所以这样就把这个名号功德西方净土的功德广而告之了啊，这里面无量诸佛也就在他成佛的时候接纳到法界当中阿弥陀佛所发出的这一愿，诸佛随喜赞叹，所以顺着这一愿把它兑现了。那么这里特别指出名号，名号是很不可思议的啊！今天我们讨论这几愿都是很关键性的几愿。法藏菩萨在五劫的思维，他要思维一个普度九法界众生的方法，最后思维到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以名号度众生。啊，若我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要建立无量寿的名号，他方无量众生听闻到这个名号。都能生起欢喜欲生净土心，都能够往生到我的刹土。
唯有最简单的实名依法才能实现平等普渡。如果你不是这一法设立，其他的方法都不能实现平等普渡，只能度某一类的众生。所以我们可不要看它简单了、这个简单就是阿弥陀佛大慈悲心、大平等心、大智慧心、大善巧心的高度的整合，是他视为五劫的结晶呢。这个简单里面包含着法界甚深的奥秘啊！所以我们探讨这个名号，从它的玄义，我们世间讲形而上的角度来看，这个名号是实相啊，实相啊，是无为法身真实智慧啊。实相就是空和不空的整合啊，无为法身就是它的空性，真实智慧就是它的妙有啊。这个名号阿弥陀佛，它阿弥陀佛蕴含着无量的功德，其中有两个核心功德来收摄一切无量。第一是无量寿，第二是无量光啊。无量光是从空间遍照空间呢、无量寿是从时间，是数穷三际呀、那么空间的恒变和时间的数穷，这就是法界的体性呢，实相啊。所以这个实相就是在这个名号里面的无量光寿。无量寿是自信的极定，无量光是自信的照用，自信的极照不二，极照不不啊啊一如，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实相，就是一真法界，就是佛性。那么正因为这个名号的体性是实相，哎，这个实相怎么样转化为普度众生呢？所以阿弥陀佛就在这个实相的名号当中融入了他的种种的善巧方便，他就把无量的光明、无量的神通、无量的相好、无量的说法啊、无量的庄严啊、依报庄严，所有的无量的功德就凝聚到这个名号里面啊。当他把果地上所有的功德都凝聚在名号里面的时候，他马上这个实相的名号就转为救度众生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当我们念这句名号的时候，就念到了实相，就念到了阿弥陀佛的佛心，阿弥陀佛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善巧、无量的智慧神通啊。所以就在这个名号当中我们能得救。所以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和名号之间，它是透过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把我们这凡夫众生跟阿弥陀佛连接在一起呢？它是有一个最根本的原理，就是身佛众生等无差别。我们众生的一念心体和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心，它在自性层面是平等不二的，就在平等不二的心性当中，它能够感应、道交、沟通啊。所以为什么当我们持名的时候我们能跟阿弥陀佛寿命一样呢？我们持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也有光明呢？就在于我们跟佛有同等的心性啊。佛阿弥陀佛透过名号把这种平等，把佛的果地上功德透过这个平等的心性传达给我们
啊。那么由于无量光横遍十方，所以为什么我们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生到十方刹土，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十方诸佛，就在于它横遍十方，能横遍十方，我们能自己得度，也就可以普遍利益一切众生。那由于无量寿的数穷三际，我们一往生就是一生补处菩萨，因为无量寿嘛，当生就能成佛，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是建立在我们众生的心性上的。由于我们有自信本具无量光寿的心性，才有阿弥陀佛名号的建立，它是同构的，那么也正因为有阿弥陀佛的名号，才能够显发我们自信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所以我们能把这些义理把它搞清楚才了解，为什么一往生就是阿毗跋致，为什么就能够一生不退，原来是从这个层面，名号无量光寿跟我们自心深层上的耦合所建立的，这样才能够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信阿弥陀佛的愿力，才能相信这个弥陀的名号的功德，相信这个持名的功德，才能够进一步相信我们自信本具的心性是不可思议的，弥陀的愿力不可思议，名号的法力不可思议，我们自信的信德不可思议，它才构成一个往生成佛的大不可思议的结果，横超。那么具有这样的深信，他才会发愿愿离娑婆心求极乐，这种念佛往生之心就像决江河沛然莫遇，这样才能够发愿，有这个信心才能发起真切的愿，这叫深信切愿，有这个深信切愿才叫无上菩提之心，那么这种深信切愿发起来，你念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深信发愿，你仅仅把念这个名号作为我做功夫服烦恼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那你就做功夫做到念的，偶一大师说呀，风吹不露雨打不湿，如铜墙贴壁这样的水平，也是不能往生的。为什么？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靠我们修行的功夫，说要靠功夫往生的话，连阿罗汉都不能往生，他完全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去往生的。那么愿力怎么能靠得上？就是靠深信切愿去感通，感通上了就往生了，感通不上难以上青天。所以念佛法门不要开始从功夫下手，深信切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样建立深信切愿？我们讨论四十八大愿，以及四十八大愿所蕴含的义理、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我们才会感恩阿弥陀佛，他建立名号的这种婆心呢，你方便为究竟呢？方便为究竟是来自于他的大悲为本呢，悲心救度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名号它的转换的功能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即将要下地狱的众生，地狱猛火都现前，这时候只要他深信切愿念这句名号，十生乃至一生马上转变境界，地狱火化成清凉风，风吹来朵朵莲花，莲花上有化佛，引
接引这个要下地狱的众生，地狱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试问还有一种什么样的音声名号能够把即将下地狱的境界转化过来呀？所以我们要深刻的了解到，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的悲心以及佛的威神力量所来庄严的。我们今生能够听闻到这个名号，能够支持这个名号，真的要生稀有难招之想啊。释迦牟尼佛说，众人是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要穿过去听闻名号功德，不惜生命。如果我们听不到这个华严经讲，宁受地狱苦啊，啊，也要听闻名号啊，佛的名号啊，啊，阿弥陀佛名号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也是穷劫难尽。那么就从通途教理来看，证到八地以上的菩萨，一称这样的菩萨的名号，都能够有殊胜的德用。更何况阿弥陀佛针对救度众生，把这个名号啊赋予了他的形而上的实相的身，赋予了他救度众生的唯物身，这两者的体用的整合，所以这是一颗无价的摩尼宝珠啊，是要能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解决成佛的问题的。如果念佛你不能往生西方净土成佛，把它变成了其他的，那就把一颗摩尼宝珠换成了一根草啊，一个糖葫芦吃啊，那是太吃亏了啊，太不合算了啊。好，今天我们就讨论这几个，下面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啊。好，先看一个打印好的，要打印好说明比较认真啊。请教法师，什么叫功夫成片？经论中有没有明确的定义？我们常常听说，要想往生有把握，最低要念佛念到功夫成片才行，而这个功夫成片的标准是一天到晚心中只有一句佛号，一切贪嗔痴妄想烦恼都不会起现行，完全扶助。我们同修都感到很难做到，几乎是没有希望。对于往生的条件，这个问题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一定要按照圣严量的说法来说。我们这个世间无论谁都不能自立章程啊。经典当中没有哪句话说要功夫成片才能往生的，只是告诉我们信愿持名往生的条件啊。有的在行持当中，祖师会把它分为，也是从通途教理当中，是一心不乱，就是解释一心不乱的时候会讲一下是一心不乱和理一心不乱啊。是一心不乱啊，这个念道啊，就是心不离佛，佛不离心，能够扶助烦恼乃至断见思惑啊，得定。理一心不乱，能够进一步的能够开发智慧，破无明。那么实在来说，这种一心不乱，从断见思惑、断无明的状态境界来说，这都不是我们末法众生能达到的水平。
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最低限度往生的标准问题。最低限度往生的标准，我们说善导大师他有一个比喻，比喻一条河啊，在由东向西的时候横着一条河，河的啊这个南北边，南边是火河，东边是水河，啊，深广无比。这个火河、水火二河当中有一条四到五寸的白道，啊，那么这个行人在这种情况下，后面有各种冤家、毒虫啊来追杀他，三面遇敌，不能逃脱。就在这个时候，有种声音告诉他，你住下来一定要死，现在有一种不死的方法，你循着这个白道走。西岸有声音也告诉他，你只要按照白道走，我能保护你，不让你掉在水口二河里面。在这个时候，这个行人就斗胆鼓起勇气走在这个白道上，很快就到了西岸，与竹上善人聚会一处。善导大师在讨论生性有这么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火河代表我们凡夫的嗔恨的心，嗔恨如火；这个水河代表我们凡夫的贪欲心，贪欲如水啊；这个白道代表我们愿往生的心，信愿持名的心啊。那么我们信愿持名这个白道，在我们的内心烦恼很重，都是贪啊，贪欲嗔恨。就在贪欲嗔恨当中，有一个哪怕一四到五寸的白道，你走在这白道上，这个常常火会烧在这个白道上，常常水会漫在啊漫溢在这个白道上，这时候你都不要怕，你都可以得两土四尊的加持，很快从东岸到西岸。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凡夫众生每天都是贪嗔痴的，每天都是水深火热的，每天的火都会烧起来，每天的贪欲水都会浸漫过来。但是在水火二河当中，有一个坚定的信愿持名的心，就解决问题。并没有说一定要水干枯了，火熄灭了，水火二河都好了，我康庄大道大摇大摆过去。啊，这是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跟我们说的话，我们相信不相信？印光大师也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表示，啊，只要有信愿持名，就好像我们心里像水啊，还有波浪，甚至有涟漪各方面，但是能往生，就好像天上的一轮月亮在这里，尽管不能很清澈，但是它还是会有的，啊，因为这往生，我们就是信愿持名感通的问题。没有说从功夫上去谈的，如果从功夫上去谈，你就是把这个念佛法门的他力的横超法变成了自力的庶出之用，这是祖师常常呵斥的，将横超法做庶出用啊。那么我们再引用经典圣言量啊，大家去看一下汉译本和吴译本的无量寿经原本，他讲到三辈往生的时候，特别在中辈往生和下辈往生谈到有一类的这个边地遗尘往生者是什么情况，有这一类人行人，他信愿持名呢，曾经有过一昼夜的时间，然后念念念他退转了，后悔了，想一想哪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大概都是靠不住的啊，他后悔觉得不存在，
甚至连世间的善恶因果报应他都不相信，然后他就是跟原来没有信佛一样，什么事情都干，这样临命终时疾病缠绕，按他的自因自果要下三个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众生，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愿力就在他临命终时开始运作了，阿弥陀佛就在梦中示现给他看，让这个病人呢马上警觉，哎呀，还真的有阿弥陀佛，还真的有西方净土啊，他就后悔，如果我当时没有退转念佛多好啊，他就带着这一念后悔的心再继续念佛，这样的众生都能往生呢、啊、只是由于他原来退转为什么他怀疑吗，由于这样的一个因缘，他升到边地一层，升到边地一层就是500岁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圣闻僧嘛，500岁以后铲除罪根就是怀疑嘛，把怀疑铲除，他还能够花开见佛吗？那你说这样的一个众生，他谈什么样的功夫？啊，这是圣言量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感觉到阿弥陀佛无条件的救度我们呢。啊，如果阿弥陀佛还需要我功夫成片才能往生，而且我对功夫成片还把握不住的话，你这个阿弥陀佛就不慈悲了。你怎么能实现平等普度啊？甚至要把阿鼻地狱苦众生全部度尽，把冤非卵动的众生都度尽。那我现在我很想去，但是就是烦恼很重，我就是很想去也念佛，你怎么就不让我去啊？说不通的事情嘛，啊，所以大家放心，啊，是否功夫成片？是否能达到理一心、事一心、理一心，这些全且放下，我们只要信愿持名，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能念多少念多少。那你说一天到晚贪嗔痴妄想都不起现行，那你是什么水平呢？我告诉你啊，智者大师临往生的时候，有弟子问你证到了什么，果位往生。天台宗的祖师啊，号称是后十家呀，东土小十家的这样的水平人，他说他只是证到了原教五品位啊。原教五品位是什么？是没有断见识烦恼，只是扶助了而已。智者大师是扶助的烦恼的这样的水平，往生到西方净土凡圣同居土。那么偶一大师是净土宗的第九代祖师，也是临往生的时候弟子问他正道的位置，他说了两句话：明智慧中真佛言，未知富足于何人呢？毕竟富足于何人？明智慧啊，就是天台六级佛，理级佛、明智级佛、观行级佛，像这个明智级佛。明智即佛是什么水平？地地道道的凡夫，不仅没有断见识烦恼，是见识烦恼都扶不住的水平，是明智即佛。但是在这个明智即佛的水平当中，他可以开悟，大彻大悟，见解与佛同齐。那么连偶一大师都没有扶住烦恼，你怎么能要求我们要扶住烦恼往生呢？所以我们都要去了解这些，讲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去听啊。如果听了，你真的越念越没有希望了。在大陆也有一些，哎呀，这个一定要功夫成片才能往生，一定要清净心才能往生。他就一天到晚，哎呀，我这一个小时很清净，我比较高兴。哎呀，怎么又有一念不清净？怎么又来了一念？又来了一念？哎呀，不行了，完蛋了，我不能往生。苦啊，这个知见错了就苦啊，所以我劝他，你好好读印光法师文章。
啊，他读了三个月印光法师文钞之后给我打电话，说我非常感谢你，现在我对往生有把握了，有信心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圣言量，一定要读祖师的东西，我们往生的信心才会建立起来。由于阿弥陀佛对我们太慈悲了，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我们看看这句话，如果所有的众生不能往生的话，我就不成佛呀。所以阿弥法藏菩萨成佛是以我们能往生作为前提的，我们自己也要慈悲一点，就让他赶紧成佛我们就去嘛，是吧？只要去，他盼望我们去啊，你们都不去我不能成佛呀，是吧？他把跟我们关系拉得这么近了啊，所以是无条件的救度啊，确实是无条件救度。你再加个条件啊，一定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去，达不到什么水平才能去，这不是阿弥陀佛的心意啊。好，希望大家升起对佛的希望啊，我能往生不是我有什么水平，我一点水平都没有，阿弥陀佛太慈悲了，他一定要我去，我就随顺去就去了。好，第二个，世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法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是出世间一切法，那佛教和其他宗教都应包裹在内，对吗？如此，那又何必一定要学佛？啊，这是《金刚经》的一句话，啊，这两句话很好，啊，世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法是指什么？它不是指一个具体的法，它从表象上来说是指法界当中一切法，心法色法都包含在里面，但我们要考量无论是我们的心法还是色法，它的体性是什么？它的体性是无所有啊，是毕竟空啊，啊，诸法现出的法相，我们讲法性和法相，相都是原生法，既然是原生的，它就是没有自性，就是空啊。那么空就是无相嘛，无相就是一相嘛，一相就平等了嘛，一平等哪有高下呢？是从体性上去建立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佛的人都能把世间的一切法都能做这个体性上平等的观照，这就是佛之见了，不二呀，啊，那就能够把我们的啊这种分别意识转为平等性质啊，把前六识转，把第六识转为妙观察之啊，啊，所以这不要在一个表象上去对比这个佛教和其他宗教在现象上的差异，它是从体性上去说的。啊，那么体性上的一种平等的空性，然后借助它的原生，啊，它的因缘所显现的情况，它在无分别当中又有分别了，啊，那么佛教和其他宗教，佛教是包含世间的善法，同时它指向的是终极的出世间法，啊，佛为一大世因缘出现在这个世间，是欲令众生开始悟入佛的之见。啊，佛的之见就是离念离知啊，就切入到不二的平等空性里面去。那如果其他宗教它也是这个目标，也是这个方法，那它也是佛法。啊，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啊，佛能够解决生命当中最终极的问题。
三，我们听说往生的关键是清净心，只要心清净，哪怕是念玫瑰经、念古兰经也能往生。那么请问，往生是靠信愿心还是靠清净心？你说是靠什么？我们是怎么读阿弥陀经的？怎么读无量寿经的？啊，阿弥陀经，当他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一乘庄严，就告诉我们要发愿。发愿之后，因为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乘庄严，是让我们产生信心。产生信心要发愿往生，发愿往生，你就多一日到多三日，一心不乱去念佛。啊，无量寿经讲要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你是不是佛教徒？你要不要听佛的话？啊，那么佛要让我们信愿持名，啊，祖师要让我们读啊净土经典，谁叫你去读玫瑰经、古兰经呢？如果你把这些经去读作为自己修行的准则，你连三皈依都没有了，你怎么去受三皈依啊？自皈依佛，不皈依外道邪魔；自皈依法，不皈依外道典籍呀。啊，你三皈依都没有呢，你谈什么学佛呢？啊，所以往生的关键就是信愿持名，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呀。如果往生的关键是其他的东西，是清净心，那是邪知邪见呢。你要明确，这是斩钉截铁的。如果你这个知见都没有，你对净土法门根本就没有了解啊，佛言足语你根本就没有深入啊，可怜明智。好，第四，往生净土不仅仅是对专修净土法门的人来讲，修学其他大乘佛法乃至其他宗教也行，心净则佛土净。如果不是持名念佛，而是念往生咒、大悲咒，或者修学其他宗派回向往生，请问他们临命终时是在念咒还是在念佛？啊，往生净土啊，这个念佛往生一法是普门，啊，普度九法界众生，三根普皮立对等全收，能够专修、专学，是所摄受的正机。如果他有其他的因缘，修习其他的大乘佛法，能够把修行其他大乘佛法、读其他的大乘经典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可以的。啊，这在《无量寿经》都说得很清楚，啊，所以你念往生咒，念往生咒那正好啊，你第一句就是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也就不是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嘛，是吧？然后其他的都是阿弥陀佛的种种功德嘛，是吧？这都很好，念往生咒当然能往生，念大悲咒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观世音菩萨发的大愿，啊。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念佛往生一法是佛的一代实教，归根结底的这样的一个法门啊，很多修行大乘其他的这个行人，最终都把他修行的功德回向往生啊，照样成功。啊，好，第五，我们许多修学的同修，明明知道自己的实际境界没有达到，但是为了给众生做好榜样，不让人家诽谤佛法，而勉强做出很有威仪、很有修行的样子。请问这样算不算欺骗众生？假如人家发现之后又加重诽谤佛法，这是不是以好心行恶事，果报如何？我们学佛的人呢，观经讲发三心，第一是自心呢，身心呢回向发愿心，第一个心就是自诚心。
你要真诚呢、不能外面装着像修行的样子，内怀虚假欺诈，你是欺诈的心的，这不好啊。就好像都有的人，哎呀，这个自己在那个没有人看到的时候胡作非为，那个坐也随便坐，架着二郎腿，那什么，看到一有人来赶紧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干嘛呀？啊，你这个虚假的心得不到修行佛法的利益的，啊，自诚感通啊，啊，连世间的道德君子也得要诚意呀、啊。你如果意念不真诚，你的后果是什么？可以看《于禁义》于禁义遇造神记。啊，他就表面装着很修行的样子，又是放生呐、啊，又是惜自止啊，又是不妄语啊，又是不邪淫呐、啊，住来住去，搞得最后啊每况愈下，考的七次科举没有考取，自己四个儿子死了三个啊，四个女儿啊也都啊四个儿子死了三个跑掉一个啊，四个女儿啊死了三个留下一个，妻子都哭瞎了眼睛。啊，搞得潦倒啊！他为什么就是做表面文章？啊，这种情况遭天谴是很厉害的，尤其是一个修行人，这个都是大贼啊！你这个精神性的东西，你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啊，你不行，你实际境界没有达到，这是正常的，实际境界没有达到，生惭愧心嘛。我们就可以，哎呀，天天发的我自己不行嘛，啊，自己不行，这个惭愧心是两种白法，才能使我们转凡成圣，啊，一定要真诚，啊，你如果里面没有这样的东西，而且要做样子，啊，装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欺骗众生，啊，那你为什么要装啊？你装得有信心样子，无非想得点名闻利养。哎呀，这个人很有修养，我给你送一个厚厚的红包了，啊，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再加上如果欺世盗名了，哎呀，这个人又持戒又修行，可能还是证到了什么三昧神通，可能还是什么菩萨再来啊，怎么回事？你这个真是扰乱社会人心了，这个罪过非常巨大。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有自知之明，生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样的涅槃的生都是罪恶生死凡夫啊，我们什么都不行了 啊我们只有靠阿弥陀佛啊，一切的荣光是阿弥陀佛，一切的信仰是阿弥陀佛，一切的恭敬都是朝向阿弥陀佛，我们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凡夫众生，我们也只有靠阿弥陀佛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不要装，你要装就装成我什么都不行，就是靠阿弥陀佛，你就装好了。